在原谅与我就投降。我的草稿箱有三只，不止三只，四五只 reels。我在想，我今天晚上要发哪一个？你们要看可爱的，还是清新少女，还是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什么啊？还是气质美女？气质美女还是清新少女还是可爱型小女孩？你们选一个，我今天晚上发。不行都要，今天选一个，今天要选出一个。我看今天榜一是谁，还给他挑一个好了。我今天，我比较喜欢清新，最喜欢的是清新的，再来是。气质的，可爱的这个太一般就会发了。一个是清新少女，一个是气质美女，一个是就是可爱小女孩。我自己讲的。杰斯拼图的衣服喜欢吗？这个这件衣服这样有点性感，给你们看，它有点。sexy 对吧？但是他，我认定他是可爱风。我没有问你们，我要问今天的榜一。我大家要的不一样，少女的不完美吗？你说的是可爱吗？可爱就是很一般啊，我觉得。今天声音闷闷的。你说我吗？你怎么知道我声音闷闷的？还是音乐？能不能在一起？我能不能？哦，遮到吗？上面什么？这样吗？但是我这样的话，要有东西垫着这样有比较好吗？可是我刚刚，那我要拿东西垫着它耶。要拿这个，这样呗，这样会闷闷吗？但这样手机好容易倒，这样会闷闷的吗？会出现在这，这样有比较好吗？有吗？有吧，有吧。Hello， 早安，你好。这样没有呀？ Yeah， 机智如我。嗨，他在厕所。分享，谢谢分享。我今天在我朋友工作的地方，所以呢，姐姐说我可以在这里播，因为下大雨，所以我回不了家。我来还我朋友衣服，我跟他借衣服穿。我这几天很常住我朋友家，然后一直跟他借他的衣服，所以我要还衣服给他。不可以这样把人家算有男朋友吗？不会拍到，他们入境要花钱哦。我朋友是，她长得很中国女孩。晚安。不要这样子。我朋友很喜欢香港人，我朋友超怕香港人。偷看他在不在？他还在厕所。他超喜欢香港人。他晕爆
哦，好犀利，你好啊，哇，熊嘎喜，嘎熊嘎喜是粤语吗？还是台语？啊，谢谢小吉。哈，徐亚飞干嘛？徐亚飞，你丢了啥？哈，哈，发生什么事？有什么东西吗？扑街，扑街是什么意思？好耳熟，扑街，感觉周星驰电影会出现的台词。你台湾人，我嘛是。我想问你的那个领领的那个头贴是你去用的还是领领用的啊？谢谢北元。哈，那是脏话吗？那是脏话吗？哈，我以为。哈，反应可以干嘛？可以挑我今天晚上 reels 发什么？因为我 reels 存太多影片，但是我不想同时发。可是周星驰电影不是也很常出现那个词？我以为啊，是吗？谢谢 Jason 的红玫瑰。我今天离好近哦 ，Sorry 啦 ，Sorry 啦。我想说电影里很常出现。我可以跟你聊天吗？你可以啊，那你可以跟我聊认真的话题吗？我朋友上厕所出来了。我听到哦，分享你喜欢香港人，比较容易接受的脏话。你让我帮你转告他吗？他现在，我不知道他还怕不怕香港人，但是他现在很晕戴眼镜的男生，超好笑。Hello， 晚安呐、啊！哦，什么啦？什么意思？在台北的香港人，眼镜是本体的男生吗？什么意思？谢谢勇哥的红玫瑰。去配眼镜，你们要确定欸，有眼镜的香港人，那你要戴上去，把你的眼镜戴好。他最近很喜欢就是文青男孩，我搞不太懂他，他常常就是换来换去的。晚安。是你呢呢，我跟你们说，我昨天住我朋友家，然后我朋友有个妹妹，然后她在半夜，她妹妹已经睡着了，因为他们睡同一个房间，然后我就睡她旁边，然后她妹妹已经睡着了，她一点半突然就是突然发疯，就是突然站起来跳 super shy 在她妹的床上，然后她妹就直接在半夜跟她打架，然后我就然后结果我朋友今天上班就是没有什么客人，他就在店里睡觉，昨天半夜在那边睡觉，然后现在睡觉。我很卡吗？他在提醒我，我很卡。妹妹的 IG 不要这样。为什么要帮他们拍 reels？ 要打确定不是打？欸，我朋友很会哦，我朋友是 popper， 稍微卡，没事啦，仅限今天而已。因为声音现在没有闷了吧？但是我在想要连他们的网络嘛，但我怕他们的网络也没有说会很好。但是他们现在都在外面，有点害羞，关起来。哇哦，什么哇哦，哇哦，哇哦 ，Hello， 안녕하세요저는 from
AKB48TP 呢？就不是呢，就 AKB48TP。哈，思密达，안녕하세요，저는이린思密达。然后不会讲了。我朋友很会讲韩文，我朋友韩文蛮好的，他为了孔刘学了韩文，然后填卷，然后填我朋友的卷嘛，一次三种语言，不知道，我可以叫我朋友来教我韩文，他消失了耶，他消失了，他刚才问我要不要跟我聊天，可不可以跟我聊天，他韩文还不错。就是能沟通啦，去韩国应该就是不会饿死。谢谢俊生的缘分相遇，我朋友很多技能，我朋友蛮多，他很厉害，除了个性有点白痴之外，他有点他超强，但是他很厉害，他会吉他，会钢琴，然后又会骑挡车，然后会韩文，又会做美甲，然后会跳 popping， 会跳舞。哎，你怎么在？你在哪里？你在哪？过来。Hello， 有人吗？哈，你在哪里？好可怕哦！什么意思？才女真的，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一无是处。在我心里是双马尾，今天是可爱风，朋友抱五期，他有跟我一起投三期的书面，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要不要一起来投？然后就好啊，因为那时候最后截止日，然后呢，我们就抱着玩玩的心态一起投了书面。我觉得他的照片拍得比我好看，结果我的书面过了，他的书面没有过，然后他就没有报了，哈哈哈，超好笑的。跟他拍的比较好看，他的书面比我好看，但我觉得是因为不日系嘛，他就是很不日系的女生，单眼皮，然后就是很中国女孩的感觉，就是韩啊，有点港港的，他就是他很适合走港风，然后他长得就是一脸就是高级脸。感觉要长到170几的，但他很矮，比我矮。对，没有，不是对你们玩玩。那个时候就想说试试看，因为就是两个都是觉得，我们两个都是抱持着反正不会上的心情去投的。港港就是港风，就是他皮肤很好。他皮肤很好，很好。他皮肤很好，单眼皮。嘿，华人名模脸的那种感觉，感觉。什么意思？三期除了少彤跟小雨之外，再就是我哎，高度。几岁？跟我同年，比我大一年，同届的。谢谢小代巴，小代巴的一颗星，谢谢。我为了你们，我已经原本准备好我这次握手会的服装了，但是后面我想说，就是我原本想准备的衣服。有点不太符合主题，但是我都是特别准备的，后面我想说我怕你们走心，就是我不知道
我直播间的大家是不是走心仔，但是我怕也会有人走心，所以呢我打算要按照主题的标准，客观标准去执行，所以呢我就特别花了重金去买了衣服，第一步啦。那第二步的话呢，成熟性感的衣服我打算跟这个朋友借，他前阵子买了一个很 sexy 的衣服，所以呢我要跟他借所以你们就好好期待吧。你们是会走心的吗？我会担心，我前几天还一直，因为我原本想说已经准备好了，我还跟少彤讨论，然后呢我就说他们会走心吗，他就说感觉会，然后我就觉得好像那还是就是换一下好了。不行，我就是你们花钱来看我，我就是得花钱要穿得好看，穿公司的服装也不错。那你要借得到呀？那我是觉得反正未来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穿得到啦，所以呢我想要可以穿自己的私服，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很懒得打扮自己的人。对，就连我现在，我是进来这里之后才开始会拍照，才开始基本上每天在化妆，要不然我平时都是很懒得打扮穿 T 恤的人，所以呢真的很难看到我好好的打扮自己，你们要珍惜这样的我，真的打扮很累，好吗？要走什么心？妈，就是，如果你们可以帮我开到三四步，你们就知道我原本想要穿什么了。但是少彤一直说还有机会啦，还有机会，你那些压箱宝先就是留着垫，但我就是等不及了，因为我最近才刚拿到，我就觉得好兴奋，我现在很想要给大家看，但是因为呢，如果穿不了就觉得好可惜。对，就是我现在拿到那些衣服很兴奋，但没有人要帮我开到那么多。谢谢我。吃饱了吗？我吃了香肠跟栗子。我早餐吃比较丰富。我跟你们说，我在兜粉上，兜粉兜圈，怎么讲？在那个上面吃到那么好多好料的，都是因为我跟我朋友。就是我不是跟我朋友出去，我基本上都吃不了那么多好料。还有八单，就是可是一单才一次握手会，而且你也不一定都可以开到那么多步吧。然后我们的单曲发行的速度是不是挺慢的？谢谢齐野出去把妹的缘分相遇，先买一部要很多钱，对呀，所以我才要好好的打扮自己，把最好的我带给你们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花这笔钱是值得的，毕竟好久才一次握手会，然后呢也是好不容易才把一部填满，虽然我好像我是不是也一部都还没填满。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量啊，他可能就只吃个几颗东西，我朋友的食量比较小，但他对于他喜欢吃的东西可能食量会比较大，但是最近他胃口好像不怎么好，他跟少彤有点像，就是他们两个不是就是对，了解少彤的应该就会知道了。一年一张握手会搞得很像牛郎织女，差不多。啊？什么意思？两部加起来就满一部，所以我也才卖出一部。请问什么是握手会？就是你跟我牵手手，只差没有一起在那个塞洛河畔散步。
那个是吗？塞洛河畔，就是我们两个人牵着手手，然后一起去郊游。啦啦啦啦啦，塞纳河畔，塞，我刚刚说什么？塞纳，第一次去握手会该注意什么？把手擦干。握手会要注意什么？把手擦干。可以喷点香水吗？这样我就不用喷了，我可以借由每个人的香水味。我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塞纳河畔，牵手后直接切入正题，直接告白。这么害羞的吗？一起去郊游，你要把我拉出去。哇，手流血了。然后偷他们的卫生纸，打不开耶，炸！我们去淡水河有什么好看的？这个不太适宜。那你们可以就是买同一个味道的香水吗？买同有什么香水？你们就是有一个主揪，握手会有一个主揪带香水，大家就是蹭他的香水，然后那个香水名就是应景的味道，塞纳河畔的味道。今天没有靠在舒服的床上。对，今天在秘密花园，好喜欢我，要怎么证明？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在淡水河畔，你就是最好看的。坏，旷野之心，为什么听起来像护手霜？辛晓琪的味道听过吗？啊，香水很贵耶，那肥皂加酒精，你觉得我填劝了？还有香水钱吗？我想闻护手霜的味道。护手霜有一个玫瑰味吗？还是什么味？好像蛮香的。喷防狼喷雾。我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吗？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有同学坐在斜对角，就是他坐在最另外一边的角落，我坐在这边的角落，他在那边包，他们在突然按了那个防狼喷雾，然后直接传到我这边来，然后我直接被呛到，我直接张不开眼睛，一直在哭。流眼泪，超可怕的。哦，对耶，握手会前会有酒精，那我自己准备，我跟我偷我朋友的香水。哦，就你香水跟衣服，我的香水剩大概十沫，原先喷了之后酒精就盖过去了。对耶，有酒精耶，我忘记了，讨厌。所以握手会都在同个地方的吗？所以我们的格局都是一样的。好好奇一个人哦，我会不会很紧张啊？怎么办？我不是人来疯哎，我要看状况。如果我都是那种对方如果比较激动，我就会变得很安静的人。然后呢，对方如果很安静，我就会很吵。对耶，我家有明星花露水，我妈有买保险跟人家业务 A 了一罐花露水，然后
哇，他还 A 了那个小电风扇，超好笑！我就想说，为什么每次妈妈都会带什么有的没的东西回来？我不是人来疯哎、欸，你会很紧张，真的吗？真的吗？不行啦，梁母不要啦，我也怕尴尬哦、喔，所以最好给我讲个话。我来想一下你们可以说什么。异灵小仙女，异灵小仙女。你有要跟四期生握手吗？哎、欸，我那两步会遇到谁啊？妈妈也在讨福利，她超猛的。我想说，为什么她会带一些她不会买的东西回来？我就说这是哪里来的？哦，跟保险业务 A 的啦、啊。啊，你怎么那么不要脸？超好笑。第一批人来疯也没几个，而这次大家都会毕业生给弄哭。哎、欸，对耶，这次的握手。会不会就是被泪水淹没？一单三创，三单西门公园，这单四号仓库，其他都松烟二楼。我们是在四号仓库吗？松烟二楼是哪？不一样吗？哈？三创感觉很厉害，西门电影公园听起来也很，哪一个场地比较好？我是害羞内向安静内敛沉着冷静的人，有点太多了吧？我不相信，不行，大家都不说话，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们就来玩干瞪眼哦，大家要来玩干瞪眼吗？初次握手体验是什么？我觉得自己是神应对吗？没有欸，我觉得时间都好短，我可能还没有讲到话就走了。而且主要是少彤是人来疯，基本上都是少彤在讲话，我都是在旁边啊。而且那次握手会感觉大家都是找少彤居多，就是蛮多人不想要握我的，就是他们会默默的两只手都摸着少彤的手，然后少彤就说那两个都握哟。然后我就这样默默的看着大家跟少彤聊天，其实还好，就是没有到很累，可能没有讲什么话，但是不知道一个人会不会盯不住。谢谢俊生的韩式花束，谢谢你，谢谢。你说阿姨，我会不理你，我就跟你玩干瞪眼，可以玩猜熊黑白配。那赢了可以怎么样？谢谢俊生，福福猫 ，Hello， 谢谢秋翔的玫瑰。这次是上次是为了你输我的，那可能我觉得，哎，到底要，到底要多久的握手券才会可以讲完所有想讲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我那个怎么数，大家都好短哦，就是我可能还没。把人家的脸放在我的脑海里就不见了。在18秒会产生好感吗？我们要玩看谁先闭眼，还是看谁先眼珠先动？一张7秒，7秒有那么短吗？我觉得好像没有到7秒哎、欸。赢的话陪我去约会吧。那你要先问拉瑞姐姐。一张7秒那么短吗？3、4其中找小雨的最多、啊、我不可以接受，不要这样子，各位，3到5张，35秒。哦，话题有多长？基本是1分钟，可是有些人买到长到后面不知道讲什么。我上次比较多的是太短，根本就可能还没就是讲完自我介绍就没了。然后有些人长到可能讲了很多话之后，不知道因为第一次见吧，不知道该讲什么。
然后就会中间会空格一下，就会好像有点太多了，时间是吗？我也抓不了，大概只会问你等一下结束吃什么，可以买给我吃吗？埋在买什么？买拉面，埋在树下。七秒是不成文规定啦，实际是看计时工作人员的心情，是吗？他们会计时吧？太多都是有钱人，好猛哦！强到不知道讲什么，再去看小偶像的点点吧。八月公演要来哦，八月公演什么时候卖？是已经开卖了吗？不知道说什么，可以唱歌而告白台词，我没有这一怕吧，没有告白台词这一怕吧，这个没有办法哦。Hello Seven， 只有台北的才有钱这样搞。嗯，谢谢 Seven 的告白气球，谢谢你的告白气球。嗯，卖完了？什么卖完了？八月吗？那么快吗？有的推人的人比较客气，可以再多三到有啊，有发现哦，就是有些人一下就被推走了，有些人就是可能在推的当下还可以拉着手手或是聊个几句。我第一次握你手不要抓太紧哦，你在说你吗？早就卖完了，二十那天的票没活过十秒。嗯，买线上，有线上，对，有线上，星期天的卖完了。毕业生最后的公演已经超难抢啊！最后的最后，真的是最后了最后的公演跟最后的握手会，就是要择一，大家不是要买握手，就是要买公演，真的是最后了。拜托抓紧我，跟品涵讲，拜托抓紧我，不要放开。在喊时间到的时候都乖乖放手。真的吗？真的吗？是否多个三秒就交给依琳拉住粉丝了？我考虑。日本成员的例子，那时要被推了，那个成员把我扯回去。你有去握过本家的成员吗？弟弟说他后面还有活动，我相信他，太棒了。哎呀，超怕晚放手被公司，会吗？会被黑名单吗？Hello， 等待超越。我今天看起来会比较丑嘛？我今天用 iPhone 播，我平常不是用这只手机，这只好像会脸会看起来比较真实一点，不知道会不会有没有？而且我最近的皮肤很烂我希望我八月可以好一点。我最近痘痘狂冒，我觉得好可怕哦。你们的前辈也是说要抽回来就卡住，然后我就跟 Steve 四目相对，你就说是他拉住我的。今天爆可爱，你说这是手机吗？没 TP 前飞过好几次哦，你很有钱这还有搭飞机的部分本家的好强，有些成员会掉，会神对应，就会开超多部。他们最多开几部啊？谢谢北极熊的缘分相遇。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因为 TP 的受众比较没那么广，加上
因为我们的那个地方又很小，就是没有家那么大，所以呢就不太会有那么多人。就算有就是其他地区的人喜欢我们，但就是还要花钱来这边又是一回事，而且也要有 follow 联航，现在还是有联航吧，就是要去找过百步，哈哈，那他将从早到晚卧一整天这样子，然后连续一个礼拜吗？好扯，好扯哦！一年两单，一次一单握手还能办两三次，好扯哦，好扯哦，哇，好扯哦！通常一张单曲五六天，一天六部。哇哇，好猛哦！ ACT 要毕业，有握到半夜还在握的，啊啊啊，好扯哦！啊 S 级是什么定义的？加步没有二十分钟就满了，安安呀。噔噔噔，我的字是反的吗？我看这边是反的，不是不是，是这个吗？哎，不是这个，对不起，啊，这个，哦，这样才正常吗？哎，这样也不正常啊，这样我歪掉了。这样对，醒来就什么忘记加步，所以我在思考，我之后还想拍很多影片，我想要拍。哦，我觉得因为最近小婷前辈刚过生日嘛，然后我觉得他的影片都好有质感哦，我也想要拍出那一种影片来。今天加布，谁们加布了？哦，不一样啊，面粉丝多，面面的粉丝非常的多。他跟类级的应该都很难抢吧。Hello， 晴天，为什么他会帮你们讲好久不见呢？就是像，长时间，他会跟我说你们来看都是长时间还是短时间，然后很常进来还是偶尔进来，追踪还是没有追踪之类的，好扯哦。一直超级热门，对，而且又要毕业，拍摄影片产量很高，因为影片比较好拍，但是拍不拍得出有质感就是另一回事。我的影片就是没有什么质感，所以产量比较高，但是我想要拍高质感的影片，但好难哦。cos 别的吗？偶像大师，我们可以 cos 吗？新开第十二部了。好扯哦，因为我今天的歌单是连续播放一小时的歌单，哈哈，对，这个好像是抖音耶，我看一下，对，它是抖音歌单，低成本小废片，但是我想要质感高一点的，以后可能回顾还会觉得哦那种哦，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慢慢来才有养成感，一开始太强粉丝都要输给你了。什么样输给你？你想要拍精致的就要摄影师了，你说专业摄影师吗？怎么找的？好猛哦，想要去请教一下前辈。我很喜欢小晴跟那种小晴跟妮娜他们的影片，我都觉得蛮多都很有质感的，想要去请教一下。Cool new cup new，就是这样念吗？卡米，谢谢你的缘分相遇。我不要黑历史，我小时候已经很多黑历史了，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不要，已经黑历史时期已经过了，对我来说。Hello， 开始训练小雨摄影技巧。为什么是小雨？TP 三大导演：刘导、王导、舞导。舞导是啊、哦，对耶，小慧啊、哦，对耶，对耶。可是王导要走了，对不对？谢谢品客的缘分相遇。梅燕子多。燕子有很多黑历史吗？她是漂亮的黑历史啊！你们我的黑历史指真的长得很可怕，像我国小就很想要戴眼镜，然后我就拼命把自己用到近视，然后我就配了一个白框的这种老师眼镜，然后呢，虽然说我是没有留照片，但是好像还是时不时偶尔会被挖出来，然后我看到就会。这是我，而且以前的衣服都很丑。九单的时候，成员开了102部。幸好我在 TP， 留点黑历史，毕业的时候回顾才有趣。我的黑历史时间已经过了，嗯，我都已经成年多久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太多黑历史，黑历史都是小时候不懂事才会有的黑历史。我觉得燕子可能要训练的比较辛苦，什么意思？最终活动日前，王导毕业就变贵了，对耶，大大增值。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小时候就是为了要近视，一直疯狂戴一些高度近视人的眼镜。燕子很多，光放他一起甄选给5年后的影片就崩溃，可是我觉得那很可爱耶，那不一样吧？就是可爱的啊，那个不算黑历史啦，我觉得。这种才不是黑历史，你们都不了解真正的黑历史是怎么样。燕子的黑历史太完美了，这个才不是黑历史。看到3年后自己甄选的影片，也觉得是黑历史吧？这我不知道，我可能要先看一下。我现在是没有看到我甄选的影片了，但如果还留着的话，我可以先看一下嘛。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表现的怎么样啊。如果表现好的话，那可能就不会觉得是黑历史，但如果表现没有很好，就会觉得是黑历史了。崩土嘛，崩土还好反正我就长这样啊。崩土每个人都有好看跟不好看的角度啊，崩土还是一样是自己啊，又不是说崩土就是你长这样子了。我觉得崩土还好，多丑都还好，毕竟就是光线角度什么都会影响。那我不要，反正你我进来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们又不知道我长什么样，我不要给你们看我的黑历史，我都已经删掉了。你已经很不疯了，对啊，所以我才说我已经没有黑历史了，黑历史时期已经过了。首推一起演唱会的黑天使。黑天使
哈喽，金珍妮，你好。我觉得我可能毕业的时候，我自己都还会觉得我自己有黑历史哎。我觉得啦，再黑都不会比我进来前黑。我以前除了戴眼镜之外的照片，它就是我们的刘海都是那种要有刘海没刘海的，然后穿着一件那种很80年代的上衣跟牛仔裤，然后黑黑的，然后头发就肆意生长。自己创造黑历史，现在说给未来几年后给自己的话，什么？不要再长痘痘了，这样可以吗？离毕业还很久吧，但就是我觉得你没什么黑历史可以留存了，才开始注意美白呢。我也没有特别注意耶，我就是一个，因为像海南岛就是个在赤道上的在赤道上的地区，然后我回去都会变黑很多，然后我回来这里之后再加闭关个几天，那就会白回来了。我是自己会白回来的人，我也没有特别，而且我讨厌擦防晒。我是进来 TP 后半年了嘛，我才开始觉得好像是不是要涂个防晒，因为我不知道涂防晒会不会变白，但是涂防晒基本上是在于不会变老好像，但是我反正我就是不喜欢黏黏的感觉，然后我也不喜欢涂护手霜，所以呢就变成说我进来之后想要可以白白的，我才开始有在防晒。应该跟法法差不多过，我每次回去一趟都会很黑，我每年都会有一张黑照，但是我5年没回去了。我是没有，那我就没有了，我没有美白，我就是最多就防晒，没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美白，因为我觉得你每天都要出门，一定会变黑呀，你不可能一直都很白。给5年后的自己 action， 那可以不要跳今天吗？我今天长得还好哎，我今天就只是一般直播。变白了多少？给5年后的自己变胖了多少？请问你今年变胖多少呢？你们知道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国中身高好像是差不多，我国中的时候是37公斤差不多，然后呢我后面在升高中的时候变胖到42，就是很迅速的变胖，但是身高没变。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说我要减肥，减到现在越减越肥。对，就是体重逐年生长，然后呢身高不变。就是我想一下哦，这样差多少？反正我从国中说要减肥到现在，体重都在增加，没有减少。顶多维持。晚上好呀。没有体重限制。什么没有体重限制？不会突破6，不会突破6。我没有夸张，最多我最胖就到50几而已。我才155哎，156。50几，应该还可以啊。以我吃的东西来说，我觉得我可以胖到50几，应该也算瘦子嘛。浪动起来，哈，其实我不排斥运动，如果但是我是需要被别人逼的人，就是没有人推我一把，我不会动，就是要人推我就说去运动，然后带我一起动，我就会动。所以我觉得我很需要，如果有可以免费让我运动的话，我会去的。
依琳对 AKB 认识有多少？啊，应该很少哎。我在进来前是完全不了解，我只知道 I want you, I need you， 然后日本的女子团体就这样，就是进来前的了解仅次于这样。进来后就是大概都了解生态圈是怎么样了，但是还是没有说特别了解。对，就是你们应该还比我了解的感觉。我不要跟你当好朋友，我不要，我不要。我骨头不可能很重的，我骨架很小，我骨架小到大家会不知道我变胖的那一种。跑步，我就是懒得动的人啊。谢谢马吉二号红的送的红玫瑰，但是我会愿意为了去吃东西而动，就比如说有些人是连吃东西都懒得吃，然后我会为了要让我的肚子不要饿，我会特别去煮饭或是买东西微波干嘛的，反正就是我会为了要吃东西而去动，但我不会为了动而动。我好像在饶舌，动了动。五年黑一次，啊？跟你一样，你说什么 AKB 吗？那怎么会想不开？怎么会想到当初吗？就是想要走表演方面的啊。然后呢？原本是想去争悠悠台姐姐，我就去，因为我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但是我想要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就去查悠悠台姐姐，然后她就是一直没有给我跑出，那时候是2022年，就是一直没有跑出2022年的甄选通那个表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就查不到就这样，然后。IG 就滑到广告，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要不要一起报，反正就觉得不会上，然后就报了，然后书面过了，然后就各个关卡就这样，对，反正就来了，就到这了。喜欢 TP 之后才开始了解 AKB，哦，你很棒哎！依琳当成员前有参加过其他甄选经验吗？怎么样的甄选？我不知道怎么样算你参加甄选的经验哎，但是我高中是学表演的，我高中的甄选通常都是公司来。学校去找人，这种的甄选我有去，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就没有这种机会，所以大学的时候就是半工半读，然后因为我大学也不是走目前的，所以就没有接触，但是高中有过，然后。但是高中我觉得很局限，是因为就是我们很常要看主任的心情嘛，就是像我之前我可能外表比较学生比较清纯嘛，然后呢那时候像是一些戏剧的公司就很常会第一眼去挑我，可是像有些上的时候可能他们的时间可能会一直更改，主任就不开心就不让我去，然后呢我也是那种乖乖牌，我不会就是跟人家搞叛逆的，然后就很多就是被推辞掉了。然后我之前在高中是就跳舞的女团，然后也会去接很多商演，但其实我对这种东西还好，我不排斥，但我没有说喜欢，我会比起这些我会更想要去演戏，但是都对我顶多就是外面的灵眼跟电影的都是灵眼呢，都是灵眼，还有广告，我有拍过肯德基的广告，
不是台湾的，在中国的，他们来台湾拍。幼幼台姐姐，但小雨不像是幼幼台的小朋友。我是准备连续刷三期的，该怎么？那你可能要去泰国一下，肯德基。但是因为那种，其实那种的灵眼是我自己，就是有人去公告，然后我去。哦，谢谢俊生的红包，就是他的那个肯德基是我们高中那时候学姐去，就是问的，然后我就是说我因为他是可以赚钱，然后我就去接了，然后他不是说他就是缺灵眼，然后呢就是会给灵眼钱供，然后可以供餐这样，然后我就去了，然后那时候可能外表比较出众，然后我就被拉到。就是他会有一个很多片段，然后某个片段的主角就坐在他旁边，他会把一些他们觉得好看的人放在离镜头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可是薪水是拿一样的啦，就是大家的零元薪水都一样，都是2000吗我记得，然后我就坐在主角旁边，对，然后我连他要干嘛，我连他们要拍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就坐在旁边，可能美美的就好，我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所以我就只是去赚钱而已。然后还有啊，还有演过那叫什么啊？音乐剧吗？这算音乐剧？就是老师们他们就是一起合作的舞台，然后有找了几个学生一起去，然后我是有去过，但是他们的舞台就是没有像那个渔港基隆那么大，它就是小舞台，但是就是有一次算一次经验吧，至少我出现在演员列表里面啦，反正就是很懵懵懂懂的过完，就是关于表演的一切。有一方面是因为我就是很被动，我不会主动去争取说我想要去就是演什么或干嘛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我想说进来说不定会比较有机会，比较有资源嘛，就是比起这样，因为我有很多私事需要去处理，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算是我的梦想嘛，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靠自己个人去经营去完成这个梦想，就是我可能需要有人推我干嘛的，对，就是因为怎么讲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不是谢谢俊生的甜甜圈，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有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吗，就是我没有时间去兼顾这些事情，就是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忙的，然后我觉得有公司的话至少他们会帮我处理掉很多麻烦，就是假如说今天有个戏剧要接，他们可以有中间人帮我处理好很多事情，就是告诉我说我今天要干嘛，就是简单的统整给我，但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的话呢，你要去把所有的东西都是先整理好之后，你做完这些事情你还要自己去善后，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对，我只能参与中间需要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进来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吧，是这样讲吗？谢谢 Hoin 的缘分相遇，你们会不会听不懂啊？我觉得你们听不懂，反正就是这样子，反正啊甄选了，我有去，但是我觉得这些不能讲，好，反正就是也不是说
怎样，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也是都会想尝试的人。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现实没有办法如愿。所以呢，对，谢谢，明猫金鱼是明吗？谢谢你的草莓圣代，谢谢博威的掌声鼓励。多方尝试，在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兴趣，对，没有错。反正这只是我弟的一个啊，但是我国中想做偶像，高中才开始想要。哦呦，反正就是没关系，你们不用知道，反正这些是我自己的事情。反正就是我国中是想要做唱跳歌手的，因为国中那时候大家很怕韩，然后大家都想要，就是都喜欢韩国的明星。然后呢，还有那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刚好周子瑜去了吗？韩国，然后我就很想要可以跟他一样。然后我国中其实想要做偶像，但是不知不觉就高中毕业了，然后去韩国的那个标准越来越高了，所以就没有机会了。对，然后什么啊？然后高中开始，我的目标也渐渐的想要走戏剧圈，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就顺其自然了。算是梦想实现吗？算是国中的梦想实现吧，我不知道哎。但是我国中的梦想是想做唱跳歌手。不用知道的太多哦，我要做神秘的女子。对啊，所以韩国要看身高我才来这啊，因为韩国我去不了啊，100%去不了。因为国中的时候还可以再发育，你们知道吗？所以说不定我那时候国中去得了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可以长很高。但是我现在20几岁还长这样子，而且年纪也超过了，他们不会收的。你看身高、身材还有年纪，我都没办法过了，所以没有办法。而且我现在也不是想走这一块。我想学啊，我还有去，我姑姑有给我吉他，我那时候说我想学吉他，但是我有试着自弹，就是因为我不懂乐理，所以自学吉他其实蛮难的。就是我有去看影片，但是我就只会弹小星星啊、小蜜蜂啊那种，就是影片教什么我就会什么，但是可能久没有动我就会忘记，而且我不懂乐理，所以我没办法就是跟别人一样听到什么就弹什么伴奏，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先学好乐理才能去学乐器。但是学东西要钱啊。在团内有试镜过的经验吗？有一次过，但是那一次就当作经验，因为那一次本来就不算，就是本来就感觉是70-80%不会上的那一种。21岁过去当练习生，3年后出道都快25了。但是像 YG 那种可能可以，如果这个年纪的话。但是现在大多数韩国的练习生都要像小雨那个年纪，怎么可能？而且像小雨，我觉得小雨很适合去韩国，就是以他的身材比例跟年纪来说，还有他的实力也还可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给小孩子去闯。但我也不是说对未来很迷茫的人，因为我有很多，我觉得我现在主要是想要，我现在主要都是向我想要过的人生去走，而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怎么讲，就是我想要我的人生不留遗憾，所以我现在就是往着我想要走的路去走的感觉。所以呢，
就是反正我对未来也不是说很迷茫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不管在这边待得怎么样好不好，或是反正都不会影响到我未来就对了，就是我还是有自己的明确的想法的人。对，所以呢我不担心我的未来。你们会陪着，真的吗？太感动了吧。但是我觉得我的优点是我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嘛，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可以就是往好处去想的人，然后可以很坚持自己的人。我觉得有异灵战机，这是谁？这是什么？你可以继续，我可以继续支持你啊，可以啊，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单车，你们会是属于哪一种啊？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个梦想的话，你们是会去选择，就是去追梦的人吗？哎，可是我觉得也不是说，我觉得，我是梦想跟现实生活中做选择的人，你不会选择梦想。手机有泡到水没有？但因为，我要架着它，我今天没有那个架子，所以我放在这，但是你们就见谅一下吧。我的想法是，只要不会饿死，在基于不会饿死的前提下，还有我还有能力的情况下，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谢谢钟颖的钟情玫瑰。恭喜 ，Congratulations！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啦，我不知道其他人，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今天的收音，因为今天就是很闷，他们说很，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办？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刚刚讲什么？看一下，因为我觉得钱这种东西，只要你有手有脚，你都是可以去赚钱的，你都是可以，你都，你只要有手有脚，然后有那个心力去做事，你都是不管怎么样都可以赚到钱，只是多跟少的问题。但是你错过了，你的青春年华，可能我觉得我会后悔。你的前辈都没二十，什么都没二十，可是呢？对呀，这是我朋友的包哎。对呀，但是我就看不到你们的留言了。等我一下哟。他的音乐掉了。我要怎么样架着你们呢？这样吗？可是这样也会那个耶。
酱油吗？酱油比较好吗？它算是一个碗哎、欸，这里这看得到吗？哦好，酱油吗？有吗？有吗？哈？它算是碗？哦哦。那我要把音乐拿过来。哎，我这样好丑哦，我要离开。等我一下哦，我鼻子流鼻涕了。我有手机支架，只是我现在不在家，所以没有。可以。那你们再把那个声音调一下。我在，这不算案例，会显亮哦。还有，你们知不知道鼻炎的严重性？然后过敏真的很不舒服。你知道我一年四季都一定会有个几个月在那边流鼻水。我一年四季都要流一次鼻水，而且。就是在灰尘比较多的地方，或是那个毛很多的地方，或是换季变天，我都会流鼻水，而且有时候流到我会省到我这边都是红的，就是这一整块都是红的啊，这里啦，这里会磨破皮，而且我会眼圈会变很重，就是过敏的一阵子。它不是鼻涕，我的鼻子是那种，你们得过鼻窦炎吗？我之前我过敏性鼻炎有过两次鼻窦炎，就是它像水龙头在滴耶，这样一直降下来，你控制不了它，就是一直坏掉的水龙头。我不能养毛小孩，可是我觉得应该要知道，我觉得应该要。就是小朋友还没长大的时候就要养动物，好像才会对狗狗猫猫不会过敏。五十收哈，洗鼻炎洗鼻子，我没有洗过鼻子哎，但是我之前鼻窦炎去医院，他会给我灌那一根弄进去，我超不舒服的，但是出来后会好很多。就是他是这样咻，鼻涕流到变鼻水。哎，而且每次知道鼻炎的人很好笑，就是因为我会一直这样吸，因为鼻涕会要流出来，就是他有种好像。不用特别去省，那他可以回去会一直想这样吸他的感觉，然后就在旁边人就说你怎么了，还好吗？大家都以为你哭了。我是遗传性的，因为我妈妈有过敏，我爸爸好像也过敏，我记得爸爸妈妈都过敏好像。为什么一直打我？因为好像双方都过敏，所以我才这样。也有痘痘哦，超大颗的。好像这样也看不到。还好啦，这个声音你们关静音就好了，我是不 care 啦。哎呦，锦上加冕，对。没有错。哦，真的很想要可以治好我的过敏。卫生纸。而且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过敏发作，然后我在台上表演，会不会跳一跳，我的鼻涕就流出来？我很常在 MC 的时候
因为跳完跳的当下可能很热，然后为什么会觉得我卫生纸卡在那？好，我把你们当镜子哎，好好笑啊，可以哦。然后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啊啊啊！我因为跳舞的当下很热，所以可能不会怎么样。但是跳舞一停，就是要 MV 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放松吧，还是怎么样？然后我的鼻涕就开始想要流下来，然后每次 MV 就一直。怎么办？我鼻涕要流下来了。我每次 MT 都一直，你会洒鼻水？没有，跳舞的当下还好，但是都是 MC 的时候想要流鼻水。为什么会有过分好看的时候？我吗？你说我擤鼻涕的时候吗？你喜欢这一位哦？啊，我可以站着吗？这样好像比较舒服一点。这边检查一下，外八九，你看这里有痘痘，我最近在长痘痘哎，唉，真难搞。我的犯傻是鼻涕，可以不要吗？不要注意这个，可以不要注意吗？在注意我之前，你们会先流鼻涕。而且，我这个吗？这个是眼纹吗？这是眼纹吗？还是过敏的那个啊？我都会有这个哎，这个超老的，我不想要这个，我不想要这一条。看起来很老哎，这一条怎么弄掉？这一条，你 MC 在后面要盯久哎，我真的没办法 MC 美美的，前排跟侧耳席有机会接触到你的鼻涕吗？可以不要吗？我拒绝，不是细纹吗？我的也太深了吧，别人都没有哎，为什么？谢谢 H 追踪，这是细纹吗？还是过敏儿会有的？这个真的很老，我不晓得这个了。我没有谎报年龄，或者会把你。双手都握紧紧，鼻涕流出来我也不会放手。欸，我觉得不是没可能的，我可能会说，姐姐，我鼻涕要流出来了，我可以先暂停一下吗？要不然就可能要喂一喂，突然鼻涕这样，你等我一下，好，你说什么？然后大家都以为你们跟我讲话，我感动到哭了这样。我不要，我要假装是未成年的欸。我不要，不可以，我不可以有这个。鼻什么了？冬天握手就，冬天我会把自己。包紧紧 ，plus free plus， 哦 ，hello， 안녕하세요，空巴哇，啊，日文怎么说？空巴哇，와다시，와다시，린장노，노。令江卡哇伊诺令江 yes 哈达吉瓦达西哈达吉诺令江 yes 哈达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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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达西，瓦达西，哈达西，诺林江德斯。哈，我把我毕生所学的日文都讲了。可愛いです。そうですか。我知道那个，你们知道哈达吉，哈达吉二十岁不是这样吗？哈达吉，哈达吉，我知道那个有一首日文的广告歌，我以前有被洗脑过，它什么 RUAO RAGENAI EI I la I I la I I A I U A O A G N I I I A N I I U U U 是什么？是吗 ？A I U A O A G N I I A N I I A N I A I U U U 是什么？无无所。呜 ，R E U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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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哈，我忘记了。R E U A O O C N I 啊，卡奇哎，啥西苏谁说？啥苏嘎西西西西西是什么？啥西苏苏？すごい、すごい、すせ、センスいいですね。さ、さしすせ、せ、さしすせ、そ、そなんだ？是吗？哦哦哦，那个广告，那个，哎，你们知道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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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特别去学过这个舞，我那时候超喜，我觉得斜路嘛，它叫斜路还是行路，超漂亮欸，它是我的菜。沙西苏谁说？沙苏嘎，喜欢那嘎达，そうすごい、すごいですね、そうなんだ。记起来了。沙西苏谁说？沙苏嘎，喜欢那卡达，センスいいですね。そうなんだ。卡啊伊乌哦啊啊给奈伊伊伊亚奈。哦什么？啊伊乌哎哦啊啊给奈伊伊亚奈。是吗？我之前喜欢欸，但我忘记了。打嗝。欸，为什么你的 emoji， 你的眼表情有这个图案？是小发发，我看不懂日文，是什么？啊啊！你们可以打空耳吗？我不会日文。我们来点歌，有什么歌啊？有什么歌？啊，一五 A 哦。
啊给奶鞋，它这个叫鞋吗？鞋路，行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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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首歌叫什么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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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い繊細ですね。そうなんだ。我记得啊，行路，行路，它叫行路。哒哒。六年前嘞，好久哦。五年起，咩？哼 ，Energy！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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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九的，六九的，那么西哟，那么西哟，它好快哦。干杯！一起骂你，一起骂你。さすが、知らなかった。すごい、すごいですね。そうなんだ。所以握手要这样握，他们说要这样，要这样看到女生的手腕，所以握手要这样握手。哎，没看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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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的，塞迪卡啦。ノーサジョ。どうなんじ？おいしいよ、おいしいよ。ヒロダテシ。ボリクワト。あげない。いや、いらない。うけ、う、うろげない。うろげない。あげない。いらない。う、うろげない。う、うろ、う、うろげない。うろ。うろげない。副手伤得很心机吗？あげない。いらない。うろげない。うろ、うろ、うろげない。え、選げない。選げない。押せない。押せない。为什么他又跳回去？那多难题，我一起哟，直播到一起。好，我刚跳过，我还是那个后面好长。我给哪？我都给哪？我拉给哪？我给哪？什么意思？ど、だしだかれ、だしだかれ、だしだかれ。
嘎西哒哒哒嘎哒哒哒哒哒嘎哒哒哒哒嘎。谢谢谢谢，它是洗肉牌的韩得嘎西哒哒得。谢谢，它是洗肉牌的韩式花束。可是我还是看不懂，哈西哒哒嘎得。哒西哒哒嘎，哒西哒哒嘎。为什么看起来很像想用台语？哒西哒哒嘎，哒哒嘎，狗狗嘎。哒西哒哒嘎，嘎嘎。哒西哒卡，哒西哒卡嘎，哒西哒卡嘎。嘿嘿嘿嘿嘿。它真的长得很漂亮，我喜欢哦。他说钱包只是拿出来，钱包只是哒西哒哒嘎。勇气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沙拉沙沙拉滴滴咕还是什么？这个这一句听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个那一句是什么意思？刚刚有一个。还没。给这只手那只手一直连续着的你是这样吗？真的美味しい。好好，后面没有了，后面是广告。重ね重ねて重ね重ねてく啦啦啦啦啦啦。我不会。这首歌好可爱保养很洗脑。我觉得这样才会有人想要看。谢谢 Seven 的红玫瑰。谢谢洛克的告白地球。没关系，我比较喜欢听中文的。我觉得我要先增加我中文的歌单，还有歌词。不恋爱，讨人主观。叮叮叮，偷来的。
肥，伴伴侣伴侣，粗鲁大意，换了声音，有波西百灵灵灵带。为什么像珍珠美人鱼？粤语版的珍珠美人鱼，我很甜吗？我喜欢这种调调。等一下，有波西百岁百岁能带，有波西百岁能带。什么风声最爱？有没有那种珍珠美人鱼的调调？有波西有波西百岁能带，什么风声最爱？对啊，走得快快，真说完，我应该没有很不标准吧？知道爱，我应该还可以吧？吗？好啦，那我唱台语，但台语我觉得你们会更听不懂。要不谁有很怪的词吗？你最近刚刚假牙，很不标准。你假牙没做假？没有耶，假牙不舒服。没事的，有宝石，八零年代，不行啦，好难哦，语言真的好难哦，好烦哦，我也想要有语言天分。我台语也不会。我也不会海南话，我以前会。不要笑，我很认真呢。爱着你，无法度。人讲感情的路莫勉强，一支茶，一点露。因为乌地乌马乌卡纸，是后思念思念的。我甜呀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不？家里亮啊亮滴滴，我会呀会想你，咱何时才会当爱哟？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就像春风对面墙。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就变茫茫。花瓶啊啊，有比较好吗？请来来哈哈，来那像是怎么讲？啊？一帮你来做来做花。一心招呼你来花，只有你上西哈，人人皆是天注定。是后思念思念你，我甜呀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不？把你亮啊亮滴滴，我陪哟陪上天，咱何时才会当爱哟？我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着像春风对面墙。那样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就变茫茫。我变红红，我变红红。
把掉的心会给我的心会给那就拿枪拿枪把掉的心会给我的心会给那枪兵茫茫把兵安安把兵安安啊发生什么事我记得还有一个台语歌吗？什么跨溪呀、堤呀、修来修去，修来修去，跨溪、跨溪呀、堤呀、修来修去，还是游来游去？嗯？好难哦！为什么要有那么多语言？我有看过卢广仲的算演唱会吗？他在华山那附近。支持你继续唱粤语歌。你们难道要笑我？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看戏呀地下修来修去修来修去我对你修来修去修来修去这几天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拢是因为你在地方中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我对你游来游去游个半天翅膀游个半天翅膀微光微微光差异等来阮身边，落枕好犀利，我不会了，好犀利啊！来的美好，不需要一个人承受。我只能等，修来修去，修来修去，我对你修来修去，修来修去。这几天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因为我用自己的网路，还是很卡吗？这样呢？修来修去，修个破病，一番话，把你。等来温馨的需要你陪着我降临降临比较好吗需要你陪着我不再要你低头游来游去，我对你想来想去，
Suka babi Ibang kue ku Tadi Teng lai Wen sing bi Wen sing bi 是恐龙哇吹到你我想我雄心我嗨嗨我雄心我雄心爱你的心心我雄心爱你的心找到你哈等一下哦我雄心我雄心我雄心爱你的心我雄心爱你的心会好我找到你为什么叮咚听得那么清楚哇哇熊哇哇熊哇熊心爱你哇熊哇熊心哇熊心爱你的心哇熊心爱你的心让我找到你的不行我需要我相信爱你的心台语歌啊，好难哦会好我找到你我可以我们可以唱中文不要点歌环节今天本来没有要唱歌的没有歌词哪里在唇边偷偷的种一朵盛开百万次的美梦谢谢 Iron 梦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在哪里啊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你啰嗦你爱公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你和我们完全不同有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这样 OK
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口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聪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还是你，我才能是我。哦，最后你们这样会那个吗？你们会闷闷的，你们会闷闷的，我忘记了。口袋里活动，我忘记你们会闷闷的。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聪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哎，对不起，花掉了，那就切割吧。我腿又花掉了，好累哦，好累哦。广告台词，这个我要这个。不跟你唱忘情水，也不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当我想过浮沉，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敲着对你唱无名分的浪漫。我不是刘德华，不给你唱忘情水，也不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想忘过浮沉，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敲着给你唱无名分的浪漫。应该是纯吻哦，变了吗？哎，有牵丝哎，好，没看到，好。好像有点干嘞。我不是刘德华，不给你唱忘情水，也不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当我想过浮沉，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笑着唱，唱着无名人的浪漫。好吧，点歌吧，要点什么歌？最后两首歌。五名分的浪漫。唱什么呢？
对你唱无名分的浪漫。哎哎，什么？哎，什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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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t 第三首，reset 第三首是什么？不会是好想那个吧？啊，这首歌找到了，可以，这好久以前了。第三首是什么？第三首是什么？干脆来唱《输光爱情》。この曲に、まあ、苏卡什么意思？那是什么？可以翻译成中文吗？是什么？不要，这个不要。可以唱《输光爱情》吗？有《输光爱情》吗？音档在网络上。童话画里，童话。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没办法，很卡 ，Lady 卡。啊卡卡，芭比，哎呦，芭比，没有办法，这里吗？我已经很久吗？从你说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展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一起写我们的结局。说的加油加油。雅诗兰黛全新特润，书关爱情，书关爱情，没有歌词吗？没有歌词，怎么会这样？不可以没有歌词啊，这太不应该了。麻烦以后上传音档请附歌词。我忘记了，有跳过啊，忘记了，我连柠檬都忘记了。用心去笑别人吧，谁把那自己的未来开着和所有的幸福找着看着，你是否还记得我吗？等一句话永远不爱家，干破了书关爱情跟毒蜘蛛还有新端都是自学的耶。我们 reset 除了柠檬都是自学的，柠檬也算自学啦，但是剩下的是全自学，所以忘记是正常的啦。制服的诱惑不会忘的。怎么跳啊？是哪里啊？剪刀里的漫步行的温柔乡，是吗？为什么有种怪怪的？怎么跳啊？送爱你脸庞，送爱你脸庞，给什么回答？是真相，是凄凉，是噩梦也罢，真
我的帕，哒哒哒哒哒哒哒，是玲玲的帕。九蛋的问题，九蛋有问什么问题？九蛋问什么问题？九蛋你在哪？第三，刚刚有人问过了，我拒绝回答，我不知道，我自己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你们问了我就知道是什么了。我在这里看得到吗？看不到，这是我，这是我的腿，我的腿，我的腿。一切走马圈呀，却不耐烦。你们在玩咖啡杯，在念榜之前，我可以帮你们播一首歌。你的晚餐要吐出来了。嗯，为什么没有？哦，在这里。好，我要念榜了。为什么那么卡？你们还可以在线上？哦哦，谢谢。博成的甜甜圈，我卡住了，我卡住了，为什么我也卡了？什么意思 ？Hello，Hello， 啊，我卡住了，什么意思？啊！按不了欸 ，Oh my god！ 而且我快关机了，我念不了榜，死定了！还是要等他跑完。接刚刚节目。不会跳了啊，在那要念榜了，像是一只独角兽，我算十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可以，不行，那哈士奇肉排是榜一对不对？今天的榜一，为什么会卡住啊？我手机关机吗？然后我开机之后我还在这里，不会吧？第一名是哈士奇肉排吗？那今天晚上的 Reels 清新清清新少女，还是
气质美女，还是可爱？可爱，你选一个。今天晚上的 reels， 爱，你选一个。今天晚上的 reels， 清新美少女，还是气质美女，还是可爱？可爱的，你选一个。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清新美少女、气质美女、可爱，你选一个。我觉得手机撑不住，它剩9%了，而且我现在还在 run 照哎，为什么？为什么在绕绕什么？这是在绕什么？哈士奇六排，你选一个，你选一个。可爱吗？你要选可爱？哈，你竟然选可爱？哈，你不考虑换一下吗？你不考虑换一下吗？哈，你要选可爱，可爱很一般哦，可爱就是跟一般的 reels 差不多。你不选清新美少女，或是气质辣妹吗？你不选其他的看看吗？都是猪，可爱的很一般哦。我不行了，我要下播了。我，你要可爱的吗？你确定要可爱的吗？你确定吗？我要再播一次独蜘蛛了。你确定了吗？你确定了吗？我要充电。确定？好吧，拜拜！我要下播了，我真的念不了榜，大家，我现在的画面我可以都全给你们看。好，我要拜拜，拜拜！我按不了叉耶，怎么办？我按不掉。我拜拜，我按不了叉叉，拜拜！我要怎么样？我要关机吗？什么意思？我要关机吗？打开！为什么我又回来了？拜拜，哦，我的手机要废了，拜拜。